台中周年庆开跑，辣妹热舞引人潮。信用卡准备好了吗？百货周年庆开跑喽！台中业者不但推出各种优惠，要让民众心甘情愿掏钱消费，还找来辣妹帮忙促销，现场嗨翻天！超过10万组的优惠商品，最低折扣下杀3折。我们一共投资了1.6亿的促销费用，准备了51000份的来电礼。动新闻，荷包又要瘦了啦！报道。